挺合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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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尊敬的水同修，水护法，也是对于我们的正趣事，还有今天在会场也看到我们的周医师，今天借这个佛二的因缘，再一次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学习，选择中中三十意念的大意，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多讲一些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很多人说我们学佛，学佛是为了什么？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要找到一个解脱之路。所谓的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幸福之路，无忧虑，无烦，痛苦，能够在这一生当中，确实自自在在的，在这个生活上，能够过得无忧无虑的生活。那这些方法呢？如此的，释迦牟尼佛已经为我们找到了，只是你依教他的教诲，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人人都能够得到的。这个方法总共有84000的方法，那这84000的方法到最后都是绕着什么呢？绕着这一句名号，这个是事实的真相。很多人学佛都不懂这个道理。今天我们学习这个法门，说明什么？你的善根福德非常的深厚，如果没有具足是不可能的。你随便到外面问一下，外面的这些写佛的人，他会懂这个道理吗？听懂吗？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对于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念佛成佛的方法示现给我们看。你看老维大师，大家都知道，在弥陀经讲得很清楚，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怎么成佛的？念佛成佛，
这个就是他老人家这49年这一生讲经说法，对于我们这个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最大的贡献，都是把这个法门给我们，我们要好好珍惜，不然的话那真的很可惜了。你看哦，念佛这个法门啊，还有多少年他在这个世间流逝啊，你们知道吗？8000多年啊，你说8000多年长不长？很短哎。你不要以为8000多年很长，很短。你跟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多少年？将近3000年了。而在这个经上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佛讲的法，总有一天会消失，在佛教里面称为什么？称为什么呢？称为什么？啊，称为密法。在这个灭法的时代，现在我们还没算灭法，是属于算末法。这个灭法当中啊，虽然佛陀讲经流失了，已经不见了，但是无量寿经佛又告诉我们，在这个灭法时代，有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都是同一部的，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为流传在这个世间多少年呢？多少年？啊，100年嘛。这100年当中，只要众生对这一部经能够受持，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告诉我们，这些众生都可以往生净土的。但是释迦牟尼佛后还没结束哦，又告诉我们，100年之后，《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在这个世间通通流失了，剩下的是什么？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但是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对阿弥陀佛你有相信，有阿弥陀佛，你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能够受持这个原则，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众生都可以往生净土。再过了100年，一句阿弥陀佛也流失了，消失了。在那个时代呢，佛法真正的消失了，没有佛法了。这个时候叫做灭法。那灭法的时代呢，佛在经上里面呢告诉我们很清楚，在那个时候众生很苦，苦不堪言，寿命又短。而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浊恶的时代，看到人就要想杀人，就是没有安全感。如果大家明白这个事实真相，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些话呢，你还不念佛，你要等到来世，来世不靠谱啊！我们这一世能够得人生，你想你的来世如果比这一世更好，谁能够保证？没有人能够保障的。
因为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很清楚，世间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造业的。地狱很苦的呀，到处都是火呀，所以不要等到来世，不靠谱。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佛说阿弥陀经》最后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大家应该很熟悉啊。佛说什么呢？他说啊，舍利弗啊，佛告诉舍利弗，若有人，下面呢，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等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很明确的，释迦牟尼佛又发出舍利弗，是故舍利弗啊，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下面是什么呢？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这一段经文就教我们什么？劝愿呐、啊，赶快发愿，把这个道理摆在你的眼前，你还不觉悟，那你的业障不是很重？那是什么？你明明知道这个人生这么苦，你还在这边还放不下，还执着，你不能已知，那是什么？明明知道六道轮回五量劫以来，我们都在这个六道都在流浪，你不是悲哀，那是什么？还是自以为是？我们今天学佛的是这一条路吗？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以发愿是讲什么呢？讲过去的，已经往生了。今发愿是讲现在，当发愿是讲什么？讲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无论过去、未来、现在，你就要发愿了。这一段经文一目了然，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不要等到来世，来世是很苦的。为什么？因为弥勒菩萨降生在这个世间还很长啊，还多少年呢？57亿600万年了，很长啊。尊敬的追同修大德，不要，赶快发愿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来搞清楚、搞明白。其实我对你们很羡慕，说实在的，很多道场不是讲破坏别人的道场，我看到很多学佛的人真正在菩提道上、在修学道上很少，只是凑个热闹搞热闹，人家喜欢念经啊，一窝蜂就飞过去了，这边的法会一窝蜂就飞过去，跑来跑去跑东跑西，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只是跟释迦牟尼佛、跟佛教结个缘，那就很可惜。那我们现在念佛的人该要活在什么？活在当下。所以啊，中风果师在这个三十七年里面，苦口婆心，整个三十七年都是绕着这句名号教我们怎么修持，就是教我们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融入调整，用这个方法把我们的心的毛病习气调整过来。那我们今天调整多少了？
调来调去还是一样。哦，是不是有这个的毛病啊，脾气啊？你看师傅今天早上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遇到一件事情啊，你看明明知道这个是一个习气，但是他自自然然就来了，他真的很麻烦这个习气啊，无量劫以来是没办法的。那怎么样呢？慢慢调整，只要你有这个调整它，对，它慢慢就会好，像好像一栋房子一样，哪个地方不对了，你慢慢把它调整。哦，哪个地方不干净了，我们慢慢把它调整。也慢慢慢慢的，随着自己的自信，然后跟阿弥陀佛的那种自信，慢慢你就接近了。当你接近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所讲的学佛，我们最高的目标就是要把什么样呢？把我们那个真我，把它回复而已啊。什么叫做真我？不是我执啊。这个真我的意思就是把你的那个精力力回复了，清净心回复了，什么是对了的？没有了，已经没有，已经回复到你的自信了。这个时候，无论你有念佛，你没有念阿弥陀佛，你都是跟阿弥陀佛同处的，同处的这个境界啊，需要我们慢慢的调整，慢慢的调养啊，不然的话，那怎么办呢？哦，这样讲听得懂吗？清楚吗？听清楚了也好，听不清楚也罢。然后啊，反正一句阿弥陀佛，记得要抓住好。听不明白没关系，不要去理会它。哦，最主要你把这句阿弥陀佛好好抓住，什么都是假的，这句才是真的。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自自在在的，自己都能够住在，那就是最好的。哦，什么都不用去体会，什么都不用去想，啊！所以啊，我们师父上人很聪明哎，他有伤不管的，哦，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这个三种都是很复杂的，很烦的，这都是老人说的。我很多年要学他老人家这种的境界，学不来呀、啊。没有这个福报，你知道吗？哎，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哎，真的要好好学啊！好、哦，好，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来讲解这个三世行愿。昨天呢，我已经给大家说明了，东方我师在这个三世行愿有一段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距离又有多大？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有十万亿佛国土，一个佛国土有多少的世界呢？有三千大千的世界，那你们想一想，十万亿佛国土，那有多大的距离呢？很大的距离。但是中国古人又告诉我们，虽然距离很大很好远，但是中风果师下面告诉我们，东西不隔，东西不隔，就是说，它就在当下，它没有距离的，就在当下。那问题来了，既然就在当下，那为什么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挑出来的、显出来的？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什么呢？是五浊恶世在这一边，而另在一边，就是另一个空间，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它都存在的，它没有变，它没有变的，
都在当下的。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心不同。所以有一些组织大德天天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一些人家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能够看到阿弥陀佛，因为他们的心，他们的念头已经跟阿弥陀佛已经同步了。我们现在虽然在念佛还没同步，但是已经很接近同步到那个世界。所以佛在《维摩经》里面呢，讲了一段话，为我们做了一个示现，而这一段话很精彩。你看哦，释迦牟尼佛做了一个示现表演，做什么表演？在这个《维摩经》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啊，就是说有一次呢，佛的弟子啊，来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世尊啊，十方诸佛的国土这么庄严，这么美好，为什么你的刹土难道这么浊恶吗？”当佛的弟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怎么做呢？释迦牟尼佛微笑。既然你问这个问题了，那我要做一个示现给你们看。佛怎么做示现呢？佛啊，就做了一个示现，竹子按地啊。当这个释迦牟尼佛竹子按地的时候，这个大地是怎么样的？顿时什么七宝庄严啊。什么叫做顿时？顿时就是很快的，一刹那之间，一下子，整个大地所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境界？都是跟西方极乐世界那样的境界一样，无尽的庄严，无尽的美好。释迦牟尼佛不要我一下，做这种示现给我们来示现给我们看，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用的心，只是把那个频道换一下而已啊，把这个频道换一下，就好像我们在看电视一样，我们离开什么样的频道，屏幕上都没有变的。没有看过电视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的看，请举手。师父来到这个地方，已经大概将近两年半了，都没有看过电视的。哦，真的，你看。频道不一样而已，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两个不同的画面，其实啊，都在那一个屏幕上而显出来而已，在屏幕上而已。现在我们所调的屏幕是什么呢？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呢，就是什么？就是五浊二世的这一边。你把这个调式调一下，就是这样。但是当你假如你把你那个心调到哪里去，调到西方极乐世界融入跟阿弥陀佛同一条路，那这个频道一换，整个世子变现出来是什么？就是极乐世界啊。屏幕有没有变？没有。但是它的画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来比喻，我们就明白学佛关键我们
就是看不懂，不懂在哪，用心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呢，碰到这个中国国学的讲解哦，开始担心了，担心什么？哎呦，十方诸佛国土，阿弥陀佛这么远，十万亿佛国土呢，这么远，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担心呢、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会不会走失啊？会不会走掉了、啊？会不会太累了、啊？会不会太累？这么远呢？会不会太累了？其实我们不用担心这一个了。啊，这个多疑的，说实在的哈、真的坐飞机啊，比如说以前我广播一次的，要到美国纽约，你看嘛，波士顿飞到台湾要飞几个小时啊？可能九个小时，然后转几个小时从台湾飞到纽约又十几个小时，哎呀！听到这个坐飞机走到美国或者有时候很痛，所以不用去了，那真的好远，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呢？我告诉我们，一谈之间而已啊，一念之间而已啊，只要你那个心融入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下来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的当下，就在你的眼前，这个叫做什么？东西不隔啊！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为什么？阿弥陀佛很有智慧，他把我们这个太空反了。太空想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眼光，把那个 Google Map 已经调好了。只要你坐上这个太空船呢，他就把你带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边等你了。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东西不隔啊！这个简单做一个给大家介绍。其实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会有差别？因为你的心都在分别。你这个分别心，我们一定要用什么样来分别调整呢？用追进名号来调整，那追进名号要怎么调整呢？下面会给大家慢慢来说。我们看下面，二六十愿完胜同土。二六十愿，二六十愿都是讲我们这个时间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刚才我们讲过了。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都是东西不隔，都是在当下，没有距离，都是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因为这个时间，我们为什么没办法突破？这个很不容易体会到。虽然我们讲的，在你的当下，在你的眼前，没有往事的我都看不到，在哪里？因为我们没办法突破。为什么没办法突破？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凡夫。为什么凡夫？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没办法来突破这个实际空间的破相概念而已。那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我们这个观念也无法去突破。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科学家为我们证明，证明什么？时间跟空间都是抽象概念而已，它不是假的。在某一情状况下，时间空间它可以不存在。你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用什么突破呢？我们佛法那种禅定，用你的定功，用这个能力，其实只是因为现在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把你这个禅定，把你这个定功障碍了，所以你没办法突破。当你突破了这个问题呢，你整个人会融入了极乐世界啊，
所以中风火星在后面、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的精彩。我们做三十七年的人，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中风火星怎么讲呢？整个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呢？三十七年你们都这样做了吗？什么呢？心态故乡啊，有没有？什么叫做心态故乡？你能够融入这样的境界，何止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你能够融入了整个十方一切诸佛的国土，何止西方界的世界呢？所以中风火师在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心态故乡。很多人念到这一段，有时候不懂那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道理。比如说今天你念弥陀经，你念弥陀经哦，当你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你入定了，你突破了，你可以回到三千年前日迦牟尼佛在极速极孤独园讲这一部佛陀阿弥陀经，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法会，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时间的空间的观念了嘛。你看那个谁啊，智者当时不是做了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吗？当他读到药王品的时候，也参与释迦牟尼佛在讲什么法华经这一场的法会，说明什么呢？说明真的这个时间确实真的，它不是假，不是真的，它不是假。但是这个道理我们很难体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反复啊，只有靠你自己慢慢的累积，慢慢的去修学，慢慢的去放下，慢慢去突破，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反复角度来看啊，二六十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想要跟这个圣人同途，什么叫二六十那个凡圣同途？凡是凡人，圣是圣人嘛，你想要跟圣人同途，你要靠什么？那你就好好念佛。你不好好念佛，那你就没办法了。你不好好放下，你不好好休息，你不好好的觉悟，你是没办法跟圣人同途的。这个就是中风火师在三十七愿提醒我们：二六十内凡圣同途，教你用什么方法，你能够跟这个圣人同途。这个境界中风火师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念佛，念佛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自信，你要提醒自己哦，你的自信跟圣人啊永远没有离开的，你那个自信的境界跟圣人都是平等的。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没有觉悟。经典我们都很大，我都知道。佛教我们觉悟，你们有没有觉悟啊？天天念佛有没有觉悟？天天念佛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减少？天天诵经智慧有没有增加？从这个地方你们就可以了解了，你们是怎么样的，只有自己能够明白的，别人没办法。该怎么生死就怎么生死，该怎么了自己，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别人是没办法的。所以中风火师教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需要用一种方法去认识。认识什么呢？其实我们跟圣人都是同一条路的，跟诸佛菩萨都是同一条路的。那为什么变成这样？中国古诗就告诉我们，按照阿弥陀佛的本愿，好好去修行，好好去学习，然后跟阿弥陀佛
用这句名号慢慢的跟阿弥陀佛走一同一条路，用这个方法。那我们呢，我们穷用这个，实际上呢，反正同处这一般呢，这一段如果要深一层来讲呢，我们的心性，你要明白啊，我们的心性啊，永远都是跟阿弥陀同一条路，永远跟圣人走一条路，在一切时一切处，永远永远在一起，所以叫做什么？恶有时灭啊！中国佛是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啊，恶六十灭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哦，但是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呢？既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需要什么呢？以前呢，我们在我们的老师下，老爹常常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要主动啊。所以我对你所讲的一切，你要主动去往。所以中观国师叫我们怎么样？你要主动去好好念佛，主动好好去培养，去参学，去破格，去明白。然后呢，对这个是正直的方向，我们明了了。虽然自信是本觉本有的，但是都是跟圣人一样的，跟阿弥陀一样的。所以中观佛师在这个地方依然要直觉来主动，主动什么？主动求觉悟啊！我要怎么觉悟呢？你每天不断的去反省自己，我要怎么样的觉悟？我的烦恼建立在哪里？我今天为什么跟我活得很痛苦？我为什么对他很讨厌？我为什么对他斤斤计较？我为什么对他起了一个厌恨的心态？你要不断的去觉悟啊！所以刚刚我就告诉我们，你有必要的主动求觉悟，你才能够回到极乐净土，才能够回复你的本来的面目。我们现在没有主动啊，天天你没有主动，像那个慧可大师啊，为了要求解脱、求解脱，跪了在雪地三天三夜求法跟打磨祖师。你想一想，这种的精神，我们现在学佛的人找不到一个。来说实在的啦，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恶六十内反身同途啊！啊，这个简单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叫做恶六十内反身同途。当你做三十七念的时候，你念到这一段经文，哎，中观佛师教诲我们，哎，你二十岁了，不是跟阿弥陀佛一样，还是跟你的妖魔鬼怪一样？这个道理很清楚的哦。好，我们看下面，请合掌。低头合掌，白玉毫，心明日碧，歌咏赞扬指金融，名震雷轰啊！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大家留不留、哦、其实啊，坐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考虑、啊、考虑什么？跟我做同样一条路。好修行啊，师傅啊，没有人帮我剃头没关系，我帮你剃头。哦，以后我们这个道场不是要建了吗？对不对？以后建起来了，你可以在这边挂单啊，在这边服务。
好好，走这条路不错啦。哦，哎，真的走这条路很好耶，清净自在。哇，你跟我们活在这个生活真的好烦啊。那好，我们来解释这一段的中分果子的开示啊，因为时间很短，还有十分钟。那这一段经文啊，它的要义啊，它的主要性的就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这个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离不开生活，跟你的生活都非常的关系密切。那用什么方法呢？哎，你看，这不是我是什么低头回答，简单吗？你看到一个人，阿弥陀佛，回去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我们跟人家合掌，跟人家温讯，很简单，是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嘛，对不对？但是低头合掌，一般在佛门里面是讲什么？这是讲温讯哦。这里怎么合掌吗？哦，看到人一句阿弥陀佛，看到人温讯，就像阿弥陀佛一样。给他问讯，当你看到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你最讨厌的人，你会不会跟他阿弥陀佛？会不会呢？会不会讲老实话？哇，你们答案好像很容易的，没有经过这个考虑的，马上说会。哇，这个不能这样这么快点啊！哦，等一下考虑一下，有没有？哎，真的，你对一个人很喜欢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弟子规》这些学生，看到老师，老师找，很容易，对不对？但是你看那个小孩，当他看到你不喜欢的时候，不要说问讯合掌。看合同我就想吐了。但是你看那个周公婆是吗？看起来简单啊，但是事实上呢，有时候做不到。真的耶，我看到他的脸，我想好讨厌的，我真的心里面闷在那个地方，是我该怎么办呢、啊？我看到他，我那个动静已经起不起来，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事实了嘛。哦，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啊，告诉你问讯和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这个来疗法。疗法什么呢？以静出佛。啊，下面再慢慢给大家说，为什么中国是教我们这个用这个方法？我们不是成长念吗？低头合掌，摆地好。哎，这个摆地好是什么？啊，阿弥陀佛。他的三十二相之一，就是说佛的这个眉心啊，有一颗白毫，你就看阿弥陀佛这个白毫有多大呢？有多大呢？所谓的八人空中啊，右旋婉转，如须弥山啊。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这个眉心的白毫，它的右绕旋转啊，像什么？像一粒珠子。你看阿弥陀佛的像，我们不是中间有一颗吗？啊，你知道这个一粒珠子，如果真正把它展开了，这一粒珠子有多大呢？能够绕整个五大须弥山的大呀！你想一想啊，那只是一个眉毫而已，在这个眉间白毫，阿弥陀佛的白毫，你想一想，那个须弥山有多大呀？
他们认为猴子五个大须弥山，五寸大须弥山，这个太大了，太大了。你想一想，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明白出来，他密陀佛那个像有多大？那个像有多大的庄严？因为他们自己的世界有这么大的庄严，你从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得到。你一看到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还要亲近谁啊？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唱这个《曼陀偈》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白毫婉转无拘的样子？下面是什么？观目曾经是大海啊！白毫能够绕这个五大须弥山，佛陀的眼睛像什么？像地球一样那么大。你想一想，那个佛的身高有多大？很大。不要说阿弥陀佛，连出立天的天主四体还愿，你看一看那个地藏菩萨的注解，那个深度有身高很高的，那跟阿弥陀佛比，没办法比的。所以啊，用这个来表法，表法什么呢？我们学佛要懂得向我们礼敬阿弥陀佛，而我们是一定要知道的，礼敬阿弥陀佛等于礼敬一切诸佛，就好像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念一句阿弥陀佛等于什么？念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这个表法什么呢？我们念阿弥陀佛的功力，在这个恭敬的心态当中，我们应该在这个生活要学习怎么样来礼敬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包含了未来佛，这个未来佛是谁？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你对他们要礼敬啊。所以有人问了，师父，我为什么要礼敬他们？我只要对阿弥陀佛恭敬就好了吗？他们呢，我管不了。他们的事我也不管，我还要礼敬吗？我干嘛要礼敬呢？我要干嘛礼敬他们？还需要吗？他们的事，他们的事，我的事，我的事，跟我有什么无关？无关呢？如果用这种的心态来学佛，那今天你所学的佛，今天你所念的佛，今天你所拜的佛，那不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礼敬？因为这些众生，无论造业的众生，无论在修行的这些众生，都是阿弥陀佛要度的，阿弥陀佛要帮助他们离苦得乐，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心对每一个众生都有关怀顾念的。假如今天我们不但对他们没有礼敬，还要看他们不顺眼，还要去跟他起恶缘，那岂不是跟阿弥陀佛结了恶缘了吗？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真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中国佛说什么？你不一定要问的就是礼敬阿弥陀佛，这样念佛修道你才能够平等啊，你那个心才能够平等。你不是要修平等心吗？用佛的平等心，用恭敬这种的心态来修我们的平等心，这个才能够真正修得起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恭敬。这个地方我们在生活上一定要学习，以平等心学着礼敬一切诸佛，学着礼敬一切众生，这个恭敬才是真的。如果今天我们对阿弥陀佛很恭敬，对一切众生的恭敬，那你的恭敬心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老实讲一句话，如果我们会有这样的心头念头想法，其实
我们就是跟他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罪也罪得不轻，我们迷也迷得不轻了。因为从你这个讲的话，你看看到我变了，我不喜欢，我讨厌。你从这个地方，你说我没办法恭敬心，那你的毛病也不轻啊。那是不是这个？那你的毛病也是一样啊，跟他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区别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好好学习。所以印光大师为我们证明啊，印主大师在生活里面他是怎么做的？看一切人都是菩萨，而这个道理明白地告诉我们，教我们要礼敬一切众生，教我们在生活中要懂得去转境界，不要被这个境界而手转，那我们今天学佛那就白费了，念佛就白费了，要转这个境界。人家在你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发脾气，对不对？人家骂你几句话，你不要跟你几句话起了烦恼，人家讲你几句话啊，赞叹你几句话，因为你赞叹你就感觉很欢喜。不要，我们要懂得转这个境界，让这个心回复你的本来面目，就是你的清净心。所以就说我是啊，下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心明日丽啊。什么叫做心明日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了解了，我觉悟了，我打算好过我明心见性了。这个叫做什么？心明日丽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你就明白了，其实你的心本来就是这样的，你要心明日丽。什么意思呢？下个星期也跟大家共考。今天呢、啊、简单给大家简单说到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我们法官再见啊，等一下要过午时，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中风国师所讲的内容啊，低头合掌来预好心明日丽啊，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好好用功，好好认真的学习佛法，不离开世界啊，只要你从这个地方慢慢的去体悟去体会，你就会明白你那个心其实跟阿弥陀佛都是同一条路的啊。要怎么样来回复呢？那就看自己怎么样去调整你的心呢，用什么来调整，慢慢把这一句阿弥陀佛真念真想真观想啊，那你就能够明白你整个人整个心整个行为啊，真的更稳固了，慢慢的稳固，慢慢前进，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啊，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们下午也要做一个发挥啊，我们把今天啊学习的啊听经诵经念佛，我们来回向给我们这个世界，回向给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啊，我们的障碍啊能够无障碍，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真正顺顺利利的菩提道上，或往生净土。这个就是我们啊今天打佛二啊来学习经典的用意啊。谢谢大家，祝大家老学念佛，祝大家身体健康，岁岁平安，年年如意。谢谢阿弥陀佛。那就请起立。